有没有想过，虽然住在弹丸之地的香港，但是每朝起身，如果打开窗就望到一片的海景，是几咁惬意呢？咁仲唔系 Good Morning？ 荃湾区有唔少嘅屋苑都系临海而建嘅，拥有永久无遮挡嘅海景，吸引指数绝对高企。荃湾海滨长廊一带环境开扬，面向南巴勒海峡，远眺丁九桥，日落景致醉人啊！除了海景户的优势之外，住得附近当然可以享受海滨长廊的乐趣啦，散步、踩单车、练跑、放狗等，望住个靓海景，心情都特别舒畅啦。首先推介给大家的是海湾花园，由信和发展，位于永顺街38号，屋苑共有4座，提供822个单位，主打两房和三房间隔，而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实用率高达80%。海湾花园近半数单位面向南巴勒海峡，有开扬的靓海景，升值潜力就无庸置疑啦。海湾花园基座有商场、民生消费、饮食依土，基本可以满足到的。沿海滨长廊可以步行至西铁荃湾西站，要过海亦或转驳港铁都非常之方便。另一个介绍的海景靓盘就正正位于西铁站上盖，由长实和港铁合作发展的海之恋，90%单位拥有海洋海景、南巴勒海峡、丁九桥、青衣等，景致一览无遗。项目主打两三房的单位，无论是上车客亦或投资人士都会找到深水盘的。项目第一期共有5座，楼高由40至42层，每层2至5伙，提供970个单位，实用面积由370尺至到1149尺，开积有1至4房单位，大部分单位都设有露台，但不设窗台、工作平台，实用之余亦都增加屋内的设计弹性啦。海之恋有豪华的住客会所设施，基座又有大型商场、酒楼、食肆、超市，行街都不用担心打风落雨啦。而附近的洋屋道街市价格相宜，更加是平民购物热点。除了西铁优势之外，亦都有行人天桥贯穿荃湾港铁站，附近又有巴士总站，有巴士和小巴通往各区。另一个同样具备望海靓景的就是丽城花园，位于青山公路荃湾段，屋苑背山面海，景致宜人。丽城花园分为3期发展，共有19座，有超过6000伙，是自成一角的小社区，每栋楼高35至42层，每层8伙，面积介乎470尺至742尺，屋苑主攻3房单位，并以套房间隔为主，亦都有少量的2房开积。丽城花园沿青山公路而建，大部分单位享有海景，前临南巴勒海峡，可以望到丁九桥，远望就是青衣，开扬景观，吸引不少上车和换楼客，是讲求要有靓景观的人士的必然之选。丽城花园设有商场和街市，生活必需品通通都可以在这个小社区里面搞定，民生需要完全能够满足。交通方面，丽城花园有小巴和巴士，前往荃湾市中心和西铁站，车程亦都只不过是几分钟，班次频密，选择亦都多。想知更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行。